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elle， 我今天来到了 Diamond Bar 的 The Country Estates 社区。这个社区有着东区比佛利山庄的称号，是一个豪华高端的住宅小区。这个小区是有24小时的警卫守护，那如果是小区居民的话，它有单独的通道进入，如果不是小区居民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出示 ID， 并且警卫会给屋主打电话来确认你是不是访客，才会让你进入。这里的每一栋房子占地面积都很大，那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说在自己家后院爬爬山就好了。而且这边的房子私密性极高，因此呢就非常受很多实力雄厚的老板们的青睐，那这边当然也就是卧虎藏龙。那接下来大家就跟随我的镜头进到房子里面来感受一下吧。房子的内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古典欧式的风格，造型很精美，强调了线条的变化。在装饰上呢，也大多融入了一些壁画、大理石、雕塑这样的装饰，给人一种富丽堂皇、大气典雅的感觉。
看到这儿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想呢？那我看着看着我就在想，我要继续努力工作，继续努力搬砖，来尽量的尽可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吧。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，找准自己努力的方向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。最后呢，如果大家还想看什么样的房源，或者是您有买房和卖房的需求，都可以添加微信联系我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